我们就拿着这个冰炫鹏来拍照，好吗？来左边先来。好，来先来看左边。首相呢是力昂所带来的冰炫瓶，也是他非常喜欢的这个人气豹纹的这个冰炫瓶哦，时尚豹纹的这个冰炫瓶就在他手上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再回来，中间再回来一次哦。好，来看，让我们慢慢将视线移到中间。让我们往右边站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往右手边来看一下下。好，中间再看一下。好，来看左边。好，来左边这边。来，在这前方条纹衣服的摄影大哥，还有哪里 OK 吗？照片 OK 吗？非常。再一张，好，来看正前方的黑色衣服的摄影大哥。这样过来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 ，OK 吗？没问题，再给你一个，来这边。好，好，那很快的，我要帮丽阳来看一下。